如果是我的话，就是因为要投入角色关系的时候，就当然要不论从角色还是要从演员本人，就是要一直找到对方的优点，然后从自己的价值观去喜欢他，不论是自己还是角色。所以有些很多欣赏东西，你看到之后你多少会对这个人就至少会欣赏。那感觉如果你在拍戏期间都有产生的话，那就太好了，你就可以用在你的戏剧里面。但是如果你这个戏剧期间结束，那怎么样放掉角色，所有情感都是一样，不光是喜欢的情感，就是你对这个角色的所有认同啊，都是你要慢慢的放掉，拿起角色跟放下角色是一样重要的，就是要，对，就是过回生。过一次，你怎么哽咽了一下？对，不要伤心。对，不要伤心。你要也抓个氧，可能好一点。不要，没事啦。这都是过回声。你是不是就是心中有讲到一些什么感触？对啊。那红叶呢？一直没。他还没。